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大家好，我是干面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 Roblox 的 Breaking 2，而且我们要来破它的隐藏结局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听这边形容是说会是更好的结局，而且看起来已经有一群观众自动已经跟过来了 ，Let's go！ 各位记得听那只猫说的话，订阅有干笔记，不然我会很难过。没错，好吗？各位，这个露营是一个巨大的灾难，跟没有订阅的观众一样，是一个巨大的灾难。哦，不要再乱闹了。可是前面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车子坏掉了，我们要在野外行走，然后这培根头还长出了胡子来。哆啦 A 梦，要不然我们直接用百宝袋拿出任意门，直接离开这里好了。然后这一次我选的角色是个什么运动的角色，它有一个水，可以让我们在健身房好像跑得更快。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使用的角色。然后我们一进来这边，其实有个大人可以打开厨房的这个门，然后一个小孩就可以进去。然后我按着按钮 ，Let's go，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徽章 ，Family Bonding， 家庭的连结。然后提前打开厨房的门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钥匙，是可以拯救皮特叔叔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钥匙。我们来拯救皮特叔叔出来，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徽章了，拯救皮特叔叔。哦，这只狗我们也可以救它出来，所以我们有救可以救三个人，皮特叔叔、狗跟侦探。我就先以破隐藏结局优先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先去健身房来练一下我的速度好了，这样子可以让我在任何地方都走得比较快。喝一个饮料。哦，所以原来上次我玩，然后很多人身上发电，就是因为他们喝了饮料了。我猜这每个人头不知道怎么跟在跟我跑同一个跑步机，这跑步机一直只能用一个人。Yes, let's go. 等级三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先出去，因为出去我们才能够破隐藏结局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触发隐藏结局的话，需要找到恐怖赖瑞的三样东西，然后你速度要用到三格，可能会在外面比较好，不然你可能很容易跌倒。OK， 小心小心，这边应该可以直接超捷径，很好，都没有跌倒。这边可以拯救狗，但是狗需要先吃食物才能够救它。你要知道它喜欢吃什么的话，要到健身房。不管它，我们先继续走下去这个跑酷好了。你看右边那棵树上面有恐怖奈瑞的那个武器，那我要怎么过去？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过去啊？扣血过来也是可以，我赶快把这个树打断，再可以拿到恐怖奈瑞那根棍子，这是其中一个破隐藏结局需要拿到的东西。第一波攻击要来了 ，Come on！ You're not quite strong enough to chop the tree. No, no， 我没有练重训，我只有练有氧而已，所以我现在的力量不够。我赶快回去，战斗开始。哦，我及时赶回来了，我来破皮特叔叔的第一个任务，杀三个坏人。哦，还要再一个，可恶！我觉得我要去练一下重训了。我们看一下最强武器是什么，我把这些纸拿下来。这回的最强武器是刷子。哎，有一个人收集到了恐怖奈瑞的东西了，太好了！看起来已经有人先把树打断了。哎，第二个人又有人拿到了，这样我要怎么拍给大家看在哪里？然后有人救了那只拖狗，那只狗。哦，有人拿了三个，我们要正式开启隐藏结局。好，等级三，第二波攻击要来了，我看我可不可以还赶快再练一下速度。有，我速度快要练到四了。A lot of energy because you're locked in.、Oh, no. 所以看起来坏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还在健身房或厨房的话，你就会被扣能量。哎 ，OK， 起码我现在练到了等级四的速度了。我现在看可不可以把我的力量也练到等级四，差一点点了。哦，终于等级四了。哦，完了，要停电了。啊，先这样子好了，因为等一下第三波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买东西了。啊，停电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买东西吗？然后现在因为我有超级少钱，但是我很想用到最强武器，我赶快用个 Robux 买一下好了。我们一定要抽这个刷子。哎，然后有人救了侦探出来，这些观众都知道做什么。有人应该已经去外面修发电机了，所以看起来你修发电机应该就是跑这个东西吗？我也来修看哦。Oh my god， 这是用血量换发电机耶！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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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K， 我们修好发电机了，回去这个商店这边，我们抽看，我需要抽到最强的。Come on， 锤子，我不要锤子啊，我要刷子。哦，我终于抽到最强武器的刷子，你看右下角我们就获了一个工具时间的徽章，然后我买多点食物好了，食物蛮重要的，五个苹果吃一下。回一个血，然后这边上面还有一个梯子，还有一个桥，是你可以救侦探出来的地方。侦探的话，你需要拿那个皮特叔叔过完第三个任务，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老鼠，你就可以来把这个侦探叫醒来了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拼一个正确的顺序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徽章。看起来新的一波攻击要来，我赶快先过去，不然我要被扣能量了。杀，最强武器！哇！最强武器两下就把敌人打死了，皮特叔叔，我破好了任务。哎，皮特叔叔给我钱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哎，
我把那武器用掉下来了，那好像蛮不简单的。Oh my god， 他现在生气了，他叫好生气。哦，小心他要攻击。哦，被打到的话会就掉落一个东西。完了，我刚刚掉落了我的洋芋片。我记得你好像要触发一个特别的东西才能够把他的武器打下来。啊吼！哦，我们把他杀了。我现在还来得及买盔甲吗？我赶快去买一下。哟，买到了，然后搭配上我的最强武器，我们现在应该是还蛮强的哦。恐怖玛丽要来了。OK， 虽然我们都知道恐怖玛丽在直播会说什么了，就是去他的洞里面，去他地下室这个洞。你要，哦，你看，我们这边都可以选择要破什么结局了。然后我们选择隐藏结局，这完全是我第一次破这个隐藏结局。我们现在来到恐怖玛丽的地下室，而且你看前面我们收集了恐怖赖瑞的三样物品：帽子、眼睛的眼罩，还有他的武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破这个隐藏结局了。然后这边如果你破正确颜色的话，你还可以得到一个成就，通常这个很难用到正确，因为一大群人都会按来按去。OK， 恐怖玛丽要过来了，看他这次会不会笑我们任何一次。如果我很强，他完全都不笑我的话，我们还也可以获得一个成就。Let me get a look at you。我害羞，不要。You have trained quite well, probably not enough to defeat me, though。你要确定 ？A. You literally have no food. I'm starting to think you want me to defeat you。完了，我被笑了，我没有成就了。所以看起来我就是少了食物那一个。好，我们下去打死恐怖玛丽吧，还有他的小喽啰。Hello， 恐怖玛丽，帮你脚按摩，你脚底下好像有些脏东西，我帮你刷一下好了。Oh my god， 他疯了，好多人跟我一样都有最强武器了，我们这一群队伍是不是特别强 ？Let's dance a little faster。OK， 我准备好来跳舞了。Oh my god， 差点被打了。清洁工，对啊，我们在帮他清洁，他还想打我们。哦，现在恐怖玛丽只剩一滴血了，确定不需要脚部按摩吗？恐怖玛丽 ，Time for your final dance。我准备好了。哦啊！我刚刚跳，我不小心跳下去了。Bro， 不要轻敌了，还是要看一下的，躲下打他。Yeah， 打到了。Oh， you think you have beaten me？ 没有啊，我玩过一次的。让我猜，等一下恐怖赖瑞改造版要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我来自未来。Help。这次他直接一开始就是说 help me 嘞，哦，但他现在持续自由意志，我们收集把他收集的三样东西要发挥作用了吗？哦 ，What have you done？ 我们拯救了恐怖赖瑞吗？哦，这个骷髅符号是做什么的？这应该是 ，Oh my god，OK，、okay, 这是右边，这是提示我们左边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要躲在没有尖刺的地方，最后阶段了，这边应该是安全的，中间一点 ，Let's go。I spent so long experimenting on him and it's all ruined。哦，恐怖玛丽现在疯了，有人还把我们所有人用到满血嘞，谢啦。然后现在恐怖玛丽爆气了，你怎么在室内产生出来闪电的？你是魔法师哦，是不是50岁还单身，所以变魔法师？没有，不要乱讲，蒸汽到旋转，你是直升机吗？恐怖玛丽，你要不改名叫恐怖直升机？啊，他生气了，我不应该再嘲讽他的，他要变直升机了。Why won't you die? Oh my god， 那什么效果？小心，小心，哦，小心，他真的是直升机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， 呜，我好像被扣到15滴血了，他应该要头晕了吧？他已经转了这么久了，头怎么还不晕？哦，我们要打败恐怖玛丽了吗？他头晕了啦，哈哈，哎，我获得徽章了。秘密结尾 ，enough。啊 ？Oh my god！ 哦，他直接把我推倒，喂！他要对我做什么？完了！哦哦，恐怖赖瑞救了我们 ，Let's go！ 恐怖赖瑞在最后一刻拯救我们，我们原本要被恐怖玛丽打死了。看起来恐怖赖瑞一直以来都是个好人。Hello， 恐怖赖瑞。The next purge in 8 days。还有下一波清洗日了。We need to get to the safe house before it begins. Mary won't be causing any trouble, but the twins are still out there。这群观众在那边自主是合照了，这个恐怖赖瑞一起合照。所以各位你看，第一个物品就在那边，右边有一棵树啊，
OK， 现在我用铁锹把这个树上面的恐怖艾瑞的黄金铁棍用下来。Come on， 这次总该可以把这个哦打下来了，打下来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拿到第一个恐怖艾瑞的东西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按照这方向继续往前走，直接用你的武器打这个人，把他打醒，有点残忍。但是我们没有金色的披萨，就只能打的。这样我们就拿到恐怖艾瑞的帽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走，前面我可以看到恐怖艾瑞眼罩，那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。Come on。Secret ending unlocked， 所以这样子三个恐怖赖瑞的物品我们都到手了。然后我顺便去基地的左边看一下有什么物品好了。对，你看这边都会有些披萨，我们四个都收集到的话就可以有成就了。 OK， 第二个饮料拿到了，第三个披萨，然后最后一个披萨， Come on， 你的外送到了，记得给我点小费好吗？台风天呢、欸？哦，我送到了，你看右下角获得成就了。我来试试看看偏这个颜色，黄跟蓝是绿，这是橘跟橘，黄跟红，蓝加黑，应该是蓝加白。Let's go。哎，我全部破完了 ，Let's go。OK， 这是我第二次来试试看，我现在有了黄金装甲、最强武器以及一堆食物。我们来看一下恐怖玛丽会不会笑我。我训练得很好，但还不够足以打败你，但他没有笑。OK。You have a lot of food. I'm impressed by your surprise. 谢谢。You have discovered our most powerful weapon. 对。And you have armor, huh? 没错。You have assembled a good NPC team. 你没有笑我任一次吗 ？Let's go。我获得避免羞辱的徽章了，恐怖玛丽终于没有来羞辱我了。OK， 各位，那最后我们跟这群观众全破了 Breaking Two 的隐藏结局啦。看起来恐怖玛丽还被关在监狱里面了，你看后面。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，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一个喜欢吧。OK， 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们还想追踪之后的邪恶结局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别人 YouTube， 我是干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